我们好像没有看过你的房间，对不对？嗯。看过你房间最多东西啊。没东西啦。啊！真的拍到嘞！刚拍到哎！所以我们这边真的有个女生在这边耶。没错，我们的专属频道又开张啦，耶、就是我们有会员专属徽章这里，接下来呢还有会员专属的贴图，这边超可爱的，加入才会有，然后就是有秀丽的表情包，不定期的开许愿池，那周边商品的话也会有会员专属的折扣哦。那我们会不定期有会员专属的贴文，还有一些 NG 画面以及一些私底下的生活影片哦。社群看不到的就在会员才会有。对，大家听到是不是很心动呢？赶快按加入吧，加入加入加入。好，没错，今天很开心呢，可以收到搞神马的邀请呢，一起来参加这次的鬼月串联。这次呢是居家纳凉特辑。大家拍了一系列就是和鬼月相关的主题，相信应该可以帮大家降降温，因为最近很热。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我们会把其他创作者的影片呢都放在影片的下方，大家都可以去看看哦。OK， 好，这边开始 ，Go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西游记看电台，我是鸡排。我去找一下那两个人，自我介绍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鸡腿姐姐。没错，西游，弟弟。好，没错，今天呢，大家都看过我们的狗狗滤镜的系列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鬼月要到了，最近呢，我们陆续都有发生一些，我觉得可能是正常的事情，但是有时候半夜发生还是会觉得有点可怕，就有时候会有一些奇怪的撞击声。我每次都是以为鸡腿在撞，我已经在撞了，就他说他没有撞，然后我还不相信。所以呢，我们突然想说，要不要实测一下？一年过后呢，我们这个闹鬼工作室啊，用狗狗滤镜呢，究竟还可以拍到什么东西？你觉得拍到什么吗？我希望没有啦。待会我们就来实测一下，期待待会会不会拍到什么东西。我们这个工作室，我们一样会去拍之前发生过的那几个点。然后我今天想来实测一下阳台，因为我觉得阳台有点怪怪，最近觉得。好看，如果你还没订阅我们的频道的话，记得赶快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去开小铃铛，然后记得追踪我们的 IG， 追踪，然后加入我们频道会员，然后记得来按赞哦，然后记得加我们来官方账号还有 D 卡哦。那我们上来实测一下吧，用狗狗滤镜来实测一年过后的这个闹鬼工作室，而且现在刚好是鬼月，来看会不会拍什么东西。好 ，Let's go， go， hello， 啊，那么可爱哦。这么可爱哦。OK， 好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要打开我们的狗狗滤镜。OK， 你到时候来了。一年过后的工作室究竟还会拍到什么东西？事不宜迟，我们直接来实测。我们上次有拍到一个点了，厕所的上面。嗯。OK， 好。现在狗狗滤镜对不对？好，马上转过来。好，上次是这个点对不对？对。哎、欸，今天没东西。哎、欸，我们那时候是这个角度啦。晃一晃，然后突然有东西啊。对，没东西。哎，快稍闪一下啊！没看到，来看下去。西楼，西楼有，西楼有，好漂亮哦！有滴，阿弟弟呢？阿弟好可爱哦！哇，弟弟是泰迪熊哎，好可爱哦！不对，我们现在实测。好，这边没拍到什么东西。OK， 这是史努比。嗯，我们现在工作室非常的和平呢。你是把灯关掉 ？OK， 我们现在就整个工作室都绕一下。真的没有东西耶，有拍什么跟我讲一下哦。还没东西耶，去你的房间好了。我们好像没有拍过你的房间，对不对？会不会你房间最多东西啊？别乱讲，不可能。OK， 好，那我马上来拍一下我们没有公开过的季姐房间吧，我们来看看拍什么东西。还好我平常很爱整洁，就这边。好，我们进去 ，Let's go。没东西啦。啊！靠呗！真的很白痴。OK， 我们冷静拍，说不定那就会拍到什么东西。弟弟跳上去了，我都没有哦，我这边好像很安全哦，因为我这边是那个啊大太阳的地方，一个大落地窗。哎，谢了谢了，好可爱。他们都习惯躺在这边，你看弟弟已经在床上。因为床上没有容易拍的东西。你们乱讲。哎，都没有哎。
你穿什么睡衣哦、喔？我是睡衣啦。什么东西、欸？镜子应该最容易拍的东西。那都是我们的人脸而已啊。哎，天！我刚才稍微闪一下，哎，最好是认真，真的真的。林有时候会在天花板上面看，不是吗？天哪，要害我晚上不敢睡觉，你好烦哦。会不会在上面看啊？而且现在是白天哎，白天怎么会在？这只是凑巧啦。就躲在下面。你看，他躲在我的那个椅子下面。可爱啊。好像目前没拍到什么东西耶。嗯，那来我的房间好了，就是在我的床上那次拍到那个哦，那个闪过的那个脸在我的棉被上面，我们来看一下他还在不在。Let's go。OK， 我们现在来到我的房间，那时候好像这边也有拍到东西，我印象。嗯，怪怪的。那个啦，希尔那时候不是往这边看，然后那个吗？哦，就定住一样，倒退啊、嗯，然后很害怕，感觉就是这个角落。可是他现在其实还蛮常在这个角落的。可能应该他们熟悉了吧。嗯，我的房间真的是很多问题。好，我的电脑座位下面怎么调试？好，来我床，来我床，来。OK， 现在来我的床。还是没有拍到什么东西。我的床依旧干净，其实很正常哎。那就代表说一切安全啊！哎，这个猫咪也有，它有脸啊，它有脸啊，这也有。哎，目前好像还蛮正常的啦。嗯。艾维，大家可以支持一下艾维哦。艾维的新专辑，艾维。他看到这集傻眼了吗？呼 ，OK， 有两个。可以啊。现在发现。可爱啊。还有我这个。我房间好像没事哎、欸。对啊，那、OK、你的房间我没事，我的房间没事，外面也没事，那只剩阳台跟厕所。对，弄去阳台好 ，Let's go。好，那我们来实测倒数第二个地点就是阳台。最近我觉得很奇怪的地方，然后我们之前实测的时候也没拍过阳台，对不对？嗯。好，那我们来拍一下阳台好了，好 ，Let's go。因为阳台我觉得怪怪的，最近。然后最近台风来，外面现在风声雨声很大。阳台会有东西吗？这是我们的气炸锅，好像没东西耶。那应该是我听错了。好，外面太吵了，现在好像没东西耶。因为阳台就是外面啊，可能比较不会聚阴，因为那个通风。嗯。OK， 好，我们拍到阳台，那我马上来实测最后地点嘛，就是厕所。我觉得比较有可能会有事情。好，那我们大家看一下吧 ，Let's go。Go。厕所里面很臭哎，有尿骚味。嗯，有东西哎，什么东西？耶！快看看看，我这个东西，还只是那边有一个图案的脸，很秀丽的毛巾吧？哎，它怎么在闪？好恶哦！还是只是图案呢、啊？图案吧？有熊啊？对啊，那它的脸完全没露出来。那秀丽的毛巾。对，真的有脸，真的有脸，好可怕啊、喔！我们的厕所出事，哎，这边有哎，这边有，我要洗澡哎、欸，是你的侧脸，是你的侧脸吗？刚刚这边也有出现，刚刚这边也有出现，哎、欸，厕所这么容易拍到吗？可能是因为那个暗吧。这个点那边塞的要去吗？我们继续拍，我们继续拍。有东西耶！什么东西？靠呗！这是假的、啊？靠呗！哎、欸，真的拍到了、欸！什么东西？刚刚出现狗的线是真的哎、欸！你看，你要看吗？干嘛嘞？好像恐怖一样，干嘛？靠！哎、欸，不可能！这我们可能真的要搬走了、欸，因为我真的……哎、欸，我不要看，我不要看！靠呗，真的假的、啊？你看，你看！不要不要不要！你看，有没有看到拍到啊？看！我不敢看！超明显的、欸！不要不要不要看！你看，你看，我不然帮你，我怕你看。真的，这个超扯，你看。真的假的？我不敢看、欸。你看，你看，三、二、一。真的有拍到嘞、欸！刚刚拍到哎、欸。反正白目哎、欸。后面，你看，大家看到后面。真的假的啊？很怕，很怕，很怕。我靠！太扯了。所以我们这边真的有个女生在这边呢，好烦哦！你不要讲这个，我还要住在这边哎。好，我们先中断录音吧。就跟你说，不要拍这种东西来拍。
可是我真的不知道现在会怕这东西耶，这很烦耶，叫我不敢去厕所了啦。而且现在真的是鬼月，拍的好像也蛮合理的。我觉得我们要去庙里拜拜，几个月之后那个租约到期，我们直接搬了啊。我靠，假的，恐怖哎，这很白目哎。好了，其实你看，我不想看。你看啊，你看个照片啊，你看。不要看，我不要看。你有问题了没？快点，你先看个照片啊，快点。不要不要看。没有，你看没东西啊，你看。What? 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啊？然后搭配上这张，然后就变成这张。等我。没错，今天呢是我们的鬼月整人企划，我想要来做一张就是假的女鬼图，骗月姐，就是我们在狗狗滤镜实测的时候，假装好像真的拍到女鬼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做图吧，找女鬼图。其实我常常看到一堆女鬼图，就是什么，我每天都会被吓到。这个好像还不错。好像可以哦，好，我来做一下。好，各位，刚刚花了一点时间做，这样感觉有女鬼在后面吗？就是有点用浅用黑这样。好像可以，好像可以耶。而且当下我们在用狗狗滤镜实测的时候，其实就会有点害怕的那种情绪会出现，所以呢，我觉得当下鸡腿姐呢可能不会发现这是假的。过几天我们来实测拍那个狗狗滤镜一年后的当管工作室，你就用这个来恶整鸡腿姐吧。我在 rank 整人恶整，耶，恶整成功，没有吓到吗？我看我刚刚讲不出话来了。但是刚刚厕所拍那两个狗狗滤镜是真的，应该是秀丽那个毛巾可能有图案。图案，他们是熊熊图。对，熊熊，但是呢，厕所后面真的又拍到一个狗狗滤镜，那个是真的。我想说，完了，弄假成真了，真的有东西。真的要去庙里面拜拜了啊。对，最后的这个女鬼是我前面自己塞的，耶！我花了五分钟做的，而且刚刚姐姐狂骂脏话，吓到骂脏话。对，欸，你要不要逼掉，把我逼掉？这我刚刚是发自内心的讲，因为我刚刚是真的被吓到，然后我背凉凉的样子。OK， 好，这个图呢，我会放在网络上，如果想拿来吓人的话，我可以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二整计划成功啦，这个鬼月二整计划。那如果大家喜欢这种吓人二整的话，可以能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多拍给大家看。如果大家可以给我一些意见，要怎么整鸡腿呢？私讯我的 IG， 告诉我怎么整鸡腿。撩到我大。OK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到这边，如果喜欢的影片，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去开小铃铛，叮，然后记得追踪我们的 IG 哦，追踪，记得加我们频道会员，然后记得按赞，然后记得 like 官方账号还有 D 卡哦，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见吧。